上个月外食物价上涨率达到7%，最近午餐时间还没到，超商的平价便当就卖完了。사장님여기도시락다나갔나요와超商便当已经很便宜，加上电信公司或信用卡折扣，不到5000韩元，换算约台币115元，就能买到一个有5种小菜的便当。南韩三大主要超商今年第一季便当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加约40%左右。요즘광화문에서는만원으로점심한끼사먹기힘듭니다그런데편의점에서는이렇게6000원으로도시락과커피까지살수있었습니다南韩上班族勒紧裤带过活，有很大的原因是近期银行利率急剧上涨，特别是20岁到30岁的青年族群，很多人是没有存款的月光族，为了偿还贷款，只能省吃俭用。요새금리가인상이돼가지고평상시보다대출이자가많이나가서좀생활비를평상시보다좀더적게쓰고그래서점심때도도시락먹고있어요대학원생월급이아무래도좀적다보니까그거를충당할수가없어서학기가지속될수록조금씩그쌓이다보니까그게좀부담이南韩开发研究院 KDI 综合收入、信用分数和信用卡交易金额等数据分析发现，当基准利率上升10%时，20多岁族群的年消费额减少30万韩元，是60岁以上族群的8倍以上。从前年年底开始，基准利率上升了3个百分点，相当于一年减少了90万韩元左右消费。到咨询中心寻求帮助的青年也越来越多。더이상이제버틸수가없어서돌려막기하다가한계에부딪혀서오시는청년채무자분들이많습니다南韩四月份就业人数达到2843.2万人，同比增加35.4万人，但工作机会增加幅度再次减少。特别是青年就业人数388万多人，反而减少了13.7万人。随着出口不振等经济萧条持续，制造和流通领域的就业人数也减少了。일자리도줄고있지만일자리를구하려는노력도줄고있습니다구직도취업준비도없이그냥쉬었다는청년이늘고있는겁니다지난달청년층쉬었음인구는414,000명으로지난해보다 8.9% 늘었습니다青年族群的就业减少与其说是失业不如说是他们自愿躺平지원하시는분도그렇게많지않고최근에이제혼자일하는게이제힘들기도해서이제시니어를차라리뽑는게낫겠다싶어서这位咖啡厅老板找年轻工读生找了很久找不到，两天前决定雇用50多岁的员工。南韩年轻世代消极厌世，反倒是年长者积极求职，也将改变南韩的就业人口结构。TVBS 新闻综合报道。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